那你今晚就陪我加班吧。9点，你是不是把我闹钟给按了？你得对我负责。哎呀，着急上班去了。哎呀，我不对你负责，谁对你负责啊？都什么时候了还逗我？顾总怎么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接电话？不，小浩，抓你！哎呀，走！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哎，我们没有找你，你也没有找我们，都是幻觉。继续。哎，你怎么不跟他们解释啊？他们肯定都误会了。我们都同居了，还解释什么？顾总，出事了。哎，这个。还有这个，我看看，这怎么回事？哎，就这个吧。这是戴蒙集团商城主题展，他们的宣传现在已经铺天盖地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主题玩偶和林瑶中尉翻放周年庆设计的隐藏款盲盒形象几乎一模一样。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搞的？出什么问题了？何主任。立刻叫所有董事过来开会，另外，把戴蒙那边的宣传资料汇总出来，我一会儿要看到。小刘，通知所有参与到这个项目的员工，立刻来会议室。好。杜总监，走吧。你是这个项目的主负责人，一会儿开会的时候，我要听到你的候补方案。好。没事，都会解决的啊，别难过。各位，有没有什么候补方案？戴蒙的速度很快，现在已经有部分盲盒进入一些商场的盲盒机了，而且还是普通款。现在，就算我们把翻放周年庆的活动提前，恐怕也……其实我们一直都很注重保护林瑶中设计的隐秘性，为了安全起见，盲盒从新加坡空运回来之后就一直放在我的办公室里，连我自己也没有见过实物。这事儿太大了。肯定影响我们的集团利益。对呀，都谁去过你的办公室？把监控调出来。好。苏小姐，你为何在那个时候出现在监控里？我们需要听听你的解释啊。我的确去过杜总监的办公室，但我只是去拿海报的电子版。监控录像已经很明显了，除了你没有别人。你现在否认没有任何意义。你这种行为不仅得罪了林瑶中，而且会对整个顾氏企业造成严重的影响。是啊，眼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苏静静公开道歉。如果不先安稳住我们的消费者，恐怕顾氏的股价都会受到影响。各位对我的怀疑很正常，毕竟我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出现在了杜总监的办公室。但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大家需要去查明真相。如果事情真的与我有关，那我绝不推脱。但眼下的情况是，不是我做的，我为什么要承认？
这件事是否和静静有关，我会找到一个更有力的证据，而不是现在空口无凭把所有的怒火发泄在一个小姑娘身上。顾总啊，我们也只是就事论事，言语上若有不妥还望谅解。但是你作为公司的 CEO， 第一要务还是要从公司的利益来考虑啊。正因为我是顾氏的 CEO， 才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就盖棺定论。如果你们非要找一个人来承担责任，那就我来承担。当天是我让苏静静去的我的办公室，这个责任不能让苏静静一个人负责。况且单凭一份监控录像也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当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翻放的周年庆怎么办？照常举行，顾氏做事从来都有 plan B。